你番茄酱切是对的哈。我尽量啦，我最怕的地方就是刀工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你们先不要吵我哈，那个我应该要先炸油葱酥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元就是求救的时间点，把它做好就好。抱歉，我的队友有点紧张。哎，没事，还有他的结界在。不是嘛？你看我手有点抖哈。哎，加那么多，你不要管我啦。备料就是速度快，对啊。那哎呀，那手套是不是有点太长？哦，长到有点太小，比你的手指头又多了一半。哦，哎呀，手太小心了，不要踩我。他不可以聊天，他现在也是做菜啊，比你还凶嘞。对啊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完成一道过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啊，今天也是自己完成一道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因为冷面比较难嘛，冷面萱萱我不敢给他造成太多他的负担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很紧张。你现在做大卤面就对了。对。你是负责大卤面啊？对对对。那你有吃过这道菜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们家是北方人啊。真的，这北方菜。所以你的番茄酱切是对的哈。我尽量啦，我最怕的地方就是刀工，所以我现在很紧张。你们先不要吵我哈，那个我应该要先炸油葱酥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元就是求救的时间点，把它做好就好。抱歉，我的队友有点紧张。哎，没事，还有他的结界在。不是嘛？你看我手有点抖哈。哎，加那么多。你不要管我啦，锅子还没热，你就东西下了哈。因为怕他等一下他要顾的，等一下加酱怎么办？比较保险，比较保险。我不是一人负责一道吗？啊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哎呀，我觉得你选错菜了。为什么？对啊，这道菜比较麻烦。可是我是北方人啊，我很爱做那个中式的面，因为我很爱吃面啊。哎呦，要焦了！哎呦。看对面了，来，好，好 ，Go Go， 冷面已经下锅了，这么快？看这冷面的部分，它如果提早去煮没有关系吗？还好，不会超过15分钟、20分钟都还好。哦，这大概要煮几分钟？哦，那示范完就差不多2分钟、2-3分钟、2-3分钟。哦，哎呦，有帮你提点哦。好了，看有奖了哦。提点吗？冷面的面呢，煮了2-3分钟。那你有来台湾的时候有吃过台湾有什么面食吗？冷面，你喜欢？面线，那你会加香菜吗？我喜欢。啊，对，加香菜啊，那个加醋加香菜是四对。哎呀，马来西亚也会讲一些。哎呀，哎呀，马来西亚，哎呀，你漏掉了，你就是死对了。叫你，哎呀，你的好像也是。哎呀，金王啊，不要吵我。叫我变化。可以。拉下！吓死人了！叫那么大声！你是觉得好险，你没有下去比赛？对啊，擦干净啊，受不了这个压力。